国羽挑战者王冠茜势如破竹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。这个歌我觉得唱得很有游刃有余，而且味道抓得非常好，今天分数会非常漂亮。连续两周打平的蔡幸芳绝地大反攻，用气带的那个声音很好，你适合你的，你的表情掌握很好，唱得非常非常棒。他能突破卡关魔咒，赢得15大关吗？